来好不好？啊，那提无到的，我跟你讲哦，这顶给你哦，四季二杯你也出席哦。啊，你若无出席哦，你也是我两顶。啊，你有公道无？会收细声，都无一条话哦。不啊，哎，一条话听讲，你若敢提这顶，你四季二杯。要去 AIT 跟那日本的交流协会，你若无去的，你也嫌我两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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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脑你也要看，也照。我无电脑嘛。看。也要看。你面要看电脑，请你也照。明仔载，电脑老师要甲咱上两点钟。啊，你教讲吼，迄个电话吼，迄简讯要哪拍，啊要哪接，所以你明仔载好好来学。以后，所有咱的代志，可能拢用简讯，啊，互你带。再来，一件代志，这都要拜托各位啊！恁受训受规范，啊，甲你讲，啊，你有去甲人讲无？你讲有，其实我免甲你拜托讲，你去甲人讲，你干那做一项代志好。是恁家，一样，甲插出来，这两支，尤其是这支。尤其是这支啊，这支是美国军事占领旗，今年七月八月时阵 AIT 啊，免一摆，免插一支旗啊。啊，搁一支是台湾民政府的旗啊，倒边这支，台湾民政府的旗啊。所以这两支，你现准是你手中有的，请你举手。你有这两支，大支的啦。我两支拢有，两支拢有，请举手，两支拢有。三个人尔，啊，大家拢讲微博啊。我是希望讲吼，因为我照我即摆现出席所在是美国政府哦，确实有伫甲咱看讲，你到底你台湾民政府，伊甲咱问讲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哎，是讲伊今日行啊，死去拢无看到伊旗啊。耶！即摆迄个中华，政治人，哈，两百，伊到门口挂这两支，伊讲有美国人去甲问，啊，即摆高雄区嘛是有，哎，看会出来讲挂这两支旗啊，有效。所以我是希望咱在座各位啊，你一定爱买这两支旗啊，正。但是你买两支，另外你爱去迄个旗仔店，你莫讲凊彩摕迄个竹篙吼，啊就甲投咧。这是美国军事占领旗甲民政府的旗仔，你凊彩用竹篙用竹竿安尼甲投咧，安尼是，敢那较唔好啦。所以我是希望讲，去买迄个铝做的，迄一支车200块甲250块左右啦。有会用啊，无？买来用啊！我去开模啊，才有啦。嘛，那你厝的，你若厝的吼，用迄用啊，我甲你保证哦，你今日挂，一挂你就叫人摕去啊。未富讲红头的啦。所以呢，你免用用啊，你用这就好啊，用用就好。明白？楼上不会啦。你也无机啊？你是买咩创啥？买机啊！我跟你讲，买机我先跟你讲，找恁舅舅买啦，一支300，两支500，我足歹去卖物件，现在感觉讲你卖物件足变价，但是吼，这实在是无法度啦吼，爱叫各位吼，互咱全台湾拢有这个机啊，啊，民进党的机啊，直直咧挂，啊，咱的机啊拢无看。啊！咱台拢遮辛苦，三工坐一只，关到要死，我关到胃疼嘞，我唔捌你胃疼。这个今日透早起来吼，可能因为我昨想讲看天气预报讲天气较好嘛，所以无穿迄个卫生衣吼。啊，
害人去刮着，啊刮着吼，这个胃吼才那个痉挛，啊跩甜，所以今日下昼我嘛无食，早起嘛无食，啊有人我有食药啦，袂使，即摆要死抽筋，较歹过。啊即摆吼，除了迄两支以外吼，另外一支就可能不一定方便啦，这支即摆咱拄啊做。这是要教遐个，遐现准时吼，还阁唔知影台湾人吼，要互遐台湾，互台湾人知影讲有一支吼，台湾民政府啦，台湾民政府，这即马上新嘞，还阁烧烧嘞，顶礼拜才做出来，这三支呢，我希望讲吼，各位吼，每一个人。厝内底爱，这无七月七日，美军入来，先迄个旗的时候，你嘛有，对吧？你嘛有这支旗啊？我迄个有真侪机会，我来遐阿表嘛有啊。我想问你啊。好来。过来，我请问各位，你讲你也要看网站，啊，你嘛来遮上课上三天，啊，你敢真正拢人和论事拢白啊？敢已经拢知影？捌无？咱捌无？哈？拢知影吗？所以呢，我直接说，我要甲各位讲啊，爱看册。哦，真正爱看册。你若无要看网，咱的迄个民政府的网站，你无嘛爱看一本。日本人后本来是甲各位同款是，这三天要来台湾，要来想。新台湾论内底讲五个所在：北方四岛、独岛、主岛，啊。这个主导跟主导同款吼，啊，这个钓鱼台是尖阁群岛、台湾没有啊、南海，这五个所在是以前日本的土地，所以呢，我也希望讲，你有这本你有看完的，请你拿去玩好吗？看完了，就应该看完了。敢若一个尔，啊？卖假片啦，看一半。好，我甲所以，我甲各位讲吼，啊，你有这本的，你拿去我看卖，你有这本的。好，听你，拜托，这本吼爱收藏的啦。小哥来一本。啊！哦，台湾最终地位啊、哦！台湾最终地位，迄个第一册、第二册呀、哦，迄有啦，迄伫楼骹恁找伊去买就有啊。无同款的物件嘞，我系无啥同啊。这本是上盖新的啦，这本是专门吼、哦，你写法律啦，所以才唔才会引起迄个日本人吼、哦、要来遮上课。所以我是我拜托讲。你甲人家讲吼，因听无啦。拜托伊吼，你别去送伊嘛无效呢。册是上个讨厌的物件，遮尔啊重。你袂感觉讲这个册吼实在是有够重的啦。所以你爱叫伊用买，伊才会去读。啊，若用送的，伊袂去读。我无解释，叫伊买。所以呢，利用这个机会哦，我甲各位讲。哎，闽南今日去受训吼，我是将各位当作讲，基本上恁已经有一寡初步的迄个观念，就讲你有初步有了解讲台湾的真正的，一句话就解决了，日俗美战，是上日本，但是美国占领着。啊，即摆美国其实你毋通看美国即摆甲恁联络，伊嘛是真哩头壳疼嘞。伊讲吼，要安怎，互咱台湾未老火，啊，政权转移。对。你想讲遐中国人，
你可以讲你欠款交出来，你就要交出来嘛。伊嘛未交呢，所以尤其即马有真侪本土台湾人遮个人，受到因中国人个煽动，互伊一粒柑仔糖食，互伊赶走。你即马讲叫伊退出，伊歹退出。有人安怎讲？遮尤其是一寡独派讲，啊，恁即马民政府所有规拢欠欠去啊，啊，阮是要做啥？会讲嘛，属实的，真正讲的是属实的。咱在座的各位，即摆开始分伫这六个州，现主席这州长去安排各位的任务，不管你是州的内阁也好，还是州的参议员也好，而且这个任期制，因为美国还未入来不准审。所以头一摆的这个大家甲参议员的任职是五年，但是美国若一摆以后就开始计算，就是四年。我甲讲啊，我参议伊，敢若亲像英国的上议院，啊下议院就是敢若亲像众议院，众议院民政府开放互选举，你若哈尔啊爱选，互你去选。但是民政府若要给他算，要怎么算？咱没有计划的。要怎么算？现在买票有严重吗？严重。啊，我都买买票吗？有。咱民政府的组织的做法就是讲，将候选人拢叫来，一间大饭店内底，警察甲看咧，拢袂当出去。政府替伊办公办的。证件会，啥物人拢袂当作选。你的证件政府替你印，替你用新闻、用电视做广告，安尼去投票就好啊。安尼无钱的人要选嘛，比较歪道。那毋是，啊，即摆毋是呢。我所办的乌道的国民党诶，和民进党就无共款。去拜访民进党。这一百万给你，你不能想说你找到一百万吃欢喜呢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一百万五百票哈，你如果没有五百票，你要走路。像这种的选举，还没叫民主，像刚才我们的州长有人在说，这是假民主啊，台湾现在是假民主。现在你选举，大家在烦恼讲国民党赢要安怎？但是我是在问你讲，啊，民进党赢，民进党还赢，啊，要安怎？国民党是什么党？中国国民党。啊，民进党是什么党？中华民国。我问你，干嘛？阿扁就跟你讲过，阿扁讲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安尼变嘛？我甲各位讲，虽然真不爱讲，但是我嘛爱讲。即边2012年的总统选举，马英九上少赢民进党100万票，上少赢100万票。安尼变嘛？唔对，啊有咱伫咧。免来去了遐，咱就是速度爱愈来愈紧，身份证紧发，美国政府正式甲我答应，恁若有法度发1000万份的身份证的时阵，证款交予恁，交予恁，身份证，甲以前我所发的身份证甲护照无啥共款的意义呢。这边的身份证是经过咱的参议员通过，经过州的内阁通过呢。我有甲六个州长拢报告过，恁来赶紧去开会，赶紧将恁的小内阁，赶紧将恁的小参议院，甲组织落完成，
啊，有诶讲有牌啦，我百几个，我是变哪做？做一半加一票就好啊。超过一半加一票，先开会，先甲通过，你就才开始办啊。你爱帮吗？州长啊。所以这毋是讲干呐州长，伊家己本身爱做诶工作，是所有诶每一个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，拢爱家己斗相共啊。咱若早一天会当组织完成，所以美国人伊讲迄句话吼，是非常真深诶学问哦，你搁听我清楚。伊安尼讲，伊原话原来话是安尼讲，伊讲，马英九，我若要甲再走五分钟就解决啦，啊，搁过咧。那么五分钟从马英九再走，民进党有法度无？有法度。有法度。伊是中华民国，伊有法度。但是伊中华民国伊有法度，对咱本土台湾人，搁较死。尤其是民进党现在大家都要做总统，但是那个总统是什么总统？台湾总统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台湾总统啊！拜托大家人头脑爱足清楚，不是台湾总统啊，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啊！所以爱公道哦。无法度公道嘛，免哪公道，两种人免哪公道。你免公道，我是讲冤道。阮爸爸妈妈，我的啊，做弟弟妹妹，阮咱全家的人，可比讲阮全家有七个人。我要来公道，讲这间厝要卖也歹卖，隔壁的人讲，我嘛参加恁的公道，敢袂使？会使无？会使哩嘛？你足清楚，这道理足清楚的嘛？你是安怎？伫台湾总统，还是讲台湾人要公道的时阵，都中国人、台湾人拢伫公道。其实吼，唔是我发明这个论述，这真简单的论述，这个简单就放在你面头，直接互你看。所以是啊，美国人到今日为止，你讲吼。啊！恁台湾人到底在想啥？美国唔敢将咱的权利交予咱台湾人，是因为咱台湾人的思想奇奇怪怪。你袂感觉奇怪吗？嘿。你袂感觉奇怪吗？真正让人感觉讲咱敢那笑。迄个头脑，明明中华民国是咱的敌人。你填中华民国这张表，给你头壳顶欢喜吧。所以是安尼，我到今日为止，我唔敢去申请中华民国护照啊。我若一个申请落到地啊，一下拢化光去啊。美国足济个所在城市要邀请我去演讲，日本嘛是啊。八月初五，伫德国个会，嘛是用国外当去啊。我要去无？我嘛爱去到要害，但是袂使。我著爱坚持到台湾民政府迄本护照发行，我袂用台湾民政府迄本护照，我才要出国。啊，若无我绝对袂去。因为论述我写，我阁甲各位讲，美国国务院即摆有组织一个小组啦，成员超二十个人。每一摆，咱伫民政府所写的文章，马上翻译做英文。但是真奇怪，你哪创呢？唔是只有一个人翻译哦，小组里面三个人同时翻译哦。伊比国防部门吼，伊嘛惊这小组的人吼耍诈。我明明写安尼，爱甲翻译就安尼。这叫三个翻译，啊！才将这三个的文章，符合因美国现主席
因这单位啊，去看。美国的国务院和国防部最近啊 ，AIT 的 CIA 哦，有一个足无共款的反向的，和我的对话有一个真无共款。以前啊，差不多两年以前的时候 ，CIA 跟我讲是安怎讲，啊。我就你讲这个未成啦，我美国未甲你支持啦。以前两年前，你讲我做你导演啦。最近都变过来，你妈妈讲呢？哈，嘿 ，AIT 迄国务院吼，无啥啥路用，用一款话，迄台湾人啊，迄个是 CIA 是台湾人。即款颠倒是美国国务院诶，即个国防部派来人吼，足歹。我有一个感觉是美国即款国防部派来台湾的人愈来愈侪，尤其是一摆闹咱十几个。顶摆咱去受训的时阵啊，有七个人本来要来甲咱看，要来参加。但是迄一天的透早，因接到通知，七个赶去前段岗，坐飞机去关岛，啊，经岛转来，遐人不岛转来，所以这个十五，今日已经十二嘛吼，今日十三，这个十五，国防部邀请咱民政府派两个人去前段岗参观。我今日到底甲酒店咧讲，下无唔来讲去参观的时候，雄雄讲，啊无恁上飞机，再去关岛坐电脑过来，哎，不可能发生嘞。你咧讲这句话的意思啥？美国要入来台湾啊，唔免经过任何人同意啦。去年八月。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甲我讲，你去阿边人讲，钱唔通回转。我去讲，我去甲陈志忠讲。但是至少啊，政府比遐人要选举啊，利用至少啊，因遐得着票啊。那是讲，迄个时阵啊，是国家会议。啊，钱回转来，事先我就甲讲啊，我你若钱拢回转来，我咪讲事后孔明啊。美国已经叫我甲伊讲，你若钱拢回转来，照常甲你关。啊，你若卖回转来，我美国会将恁全家拢装用飞机甲你载去美国。你钱回转来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事先。事实，事实对，你拢知影。啊，恁听话，两种解释，一种讲啊，反正我着遮济，下一出来我不要紧啊。啊，另外一种是讲阿扁啊，本来伊要写一个台湾地位的地理的，两三年前有啊，伊摕着外星以后啊，伊全收了。我在这阿边啊，向美国的军事政府提出抗告，会记得无？后来要上诉的时候，他们讲我已经无够力，我会当上诉，但是我无钱啊，所以我甲各位讲，咱很准时，咱的计划四月二八去交流协会请愿散会。要求日本政府确认台湾人日本国籍，要征求228人，很歹势哦，一人要出20,000元，等下就会断号。等开始要发动的时阵，只228人先要求。啊，这个我真有自信，一定要甲过瘾，因为理由真简单啊，第一。美国的五点半呢，伫2009年四月七日判决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1945
办理人权 公约法案，讲啊真清楚，十五条之一，十五条之一，每一个人拢爱有国籍，每一个国家嘛袂当用任何手法将你的国籍给你剥夺。上头的1952年2月份，日本将台湾人的国籍给去掉的时阵，伊讲1951年9月8号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签署。旧金山和平条内底就无写讲，你日本爱将台湾人的国籍摕掉去啊。我最近阁看一个机密档案，坦白讲，即摆美国拢有机密档案伫互我。迄拢全拢是英文，一摆来拢几千只，迄真正是看到目睭若烫烫，读几暗暝呢？啊，即个烫吼，都爱去做啊，划线呢？因为我爱伫迄个机密档案内底记出台有关台湾的部分。我本来有一本，我本来册本有写讲，当时1945年。在台湾的日本人方用7个车组送去日本40万人，当时是单日的命令，一个日本人才能拿1000块美金的日票，对不对？台票你当时1000块，啊，做兵的500块，做军官200块，老百姓1000块。啊！你所有的财产拢爱伫台湾爱放掉，我叫是讲，迄是单一蒋介石的命令呢。我顶礼拜才看到这段，是啥个命令？你知道？美国。哦，我看到迄段，我实在是吼，无怪讲美国国会即摆遮尔啊，用心伫帮忙咱，伊过去做错。过去是国务院的这个国防部在害台湾人，现在是变作国务院在害台湾人。尼克森继续提啊，所以我会当讲到各位，咱所有这个法治建国会、民政府这所有成员各家来讲，那现主席在全世界内底，咱对台湾的研究。已经无敌手了，绝对是每一条拢讲的拢是真的，而且用这条用法律会当将咱台湾解救倒转来。问题是讲，你参加这个集会，你参加这个团体，你爱做啥？我不叫你做啥，我跟你讲，拜托你两支鸡仔挂，你敢挂无？好听的。干吼！那有啥物困难？啊，若真正讲有人甲你掠，你讲迄人迄个林志森叫我创诶，我伫遮我甲各位宣布啊，正统诶勇气啊，毋是讲免免勇气啦，伊是未甲你掠啦，嘛未甲你管啦，安怎讲？我已经甲美国国会、甲西安这边拢讲好啊，伊甲我讲，听袂讲，我拄仔我蛮惊诶。我跟你同款，我也是人呢。我会，会搞了。我伊是笑个，每一摆拢三个人跟我见面。你讲你放心啦，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啦。我为什么？我们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啦。不管啊，注意12月27，我去高检署，伊遐咧拍那个拍拉凉的。公告还没出来啊！你等一下，外面很多记者在啊，你慢一点出去嘛，我们再谈一谈嘛。我们要谈什么？是这种的经验啊。其实，因家己本身哦，内心都有鬼啦。那真正对台湾有心的，你看到这个论述，你也搁不要话啦。迄种人，我感觉很奇怪。我讲了无够清楚吗？什么人有法度将这个论述甲我提出反驳？绝对无。你若有问题，讲提出来问拢袂要紧。我到今日为止啊，无人有法度甲我问到的。即摆今日要请各位
做一寡代志，互日本，啊，互这个美国人看。他们讲，台湾会变成日本的无？不会啦，免烦恼啦。我嘛较爱美国国后壁较好。日苏美战啦，甲美国讲你爱恢复我日本的国籍，讲较歹势吼。日本就好，恁只2028日本国籍给你。我能他干么事？因为安那，因为你户口要怎么做？啊？啊！你是嘛？他干无好嘞？就是无他嘞。看看台湾多好嘛，这个土地自属美菜啦。看看台湾多好，是中国人爱甲出嘴啊。其实咱大家吼，因为过去接触这款就是真少。有真侪代志哦，你阿哥真正想袂清楚啦。你讲你有读，你有读过唔对？你阿哥足侪拢无读过。台湾现主席问题非常的复杂，啊，要安怎让咱的台湾用介上介简单的方法，让咱会当得去？奇怪呢，我有当时啊做梦做着讲吼，台湾吼后摆非常的好。钱吼，大家拢足济。啊，我你甲看迄丹麦，有一天咱就会比丹麦搁较好。一个月180,000，我好讲不止啦，是免交税金。但是吼，我是真讨厌讲有钱的人，遐尔啊济交的税金交一丝啊。不过话讲真个呐。我从细汉到今日，到今日为止，我捌食过苦。我阿公嘛是真好食啦。阮住伫婚礼有兜啦，迄火火车站，阮阿公的时阵，迄火车站真闹热，迄条路叫做太平路，两边的厝关系。所以，我若照这种的思想，我的想法就是讲，台湾，干你一个人好赢，啊，其他人足散。这种的社会你敢有法度大？你绝对无法度。我这种的想法，不是讲我是社会主义，这无我是希望讲台湾这个所在的文化爱改变，遐无好的中国文化爱改，人情爱改，一定要去东欧啊！遐金头红诶，十波十五十八，伊无钱嘛？但是，我台湾互你住，即间厝搁送你，一个月搁几万块互你，你若嫁互台湾人，还是住台湾人，我搁互你钱。我讲啊，你来讲安尼，啊，你诶钱伫倒？我以前讲伊讲过，钱伫倒？美国出租基地，互美国嘛。夏威夷真正迄土著吼，住政府的厝一个月，他们一个月一年偌济钱了？你知无？还偌济？都有。什么一条？我讲原夏威夷原住民政府予伊厝住，一定足俗的嘛？安尼是偌济一年？偌济？一块啦。所以好啊，遐遐都外口的，遐十波查某拢一竿竿尾，黏黏黏。伫迄个海滩，你怪遐十波，遐是日本人的十波查某。其实咱会当过足好的日子，是咱台湾人家己头脑要清楚，还是歹清楚？他说这例子，伊咧讲迄个南，迄个南极的代。我真的是心有同感，咱绝对有法度去处理的，但是咱爱歪处理，台湾人自私啦，我好就好，其实你好，表示你愈来愈歹。在这种的时代之下，因为我即马想讲，有真济我和美国的接触，我要互恁知影。啊，这论述，拜托你去看一下，你买一下。
啊，你买册吼，毋是摆好看呢？我毋对啦，我一本册拢遮尔啊厚吼，可能客厅嘛真好看，啊，佫足大。我们没有。你爱贪啦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啊，你啊看到北方市长，啊，北方市长甲我无关的呀。北方市长甲咱遮是有关的。北方市长的精神，含咱现主席台湾和中华民国正面的精神一模一样啊！你知影北方市长苏联安怎做？对，本地。啊，我有看啊、哦，你有看？本地中华民国机密档案内底讲，蒋介石要将台湾600万人当作日本人，台东中再造。机密档案，我看吼，咱台一定叫台湾讲，啊，你若要甲你再造，台湾再去日本就好啊。是落尾因为吼，美国唔肯，我遐动用足侪船只，啊，而且过去当阵美国讲两个奇怪咧，啊，这是我占领的啊，啊，你讲啥？苏联就是将北方数到17000个日本人，啊，赶回去日本。中华民国想要将咱迄阵600万的台湾人，你讲600万的日本人啊，不是台湾人。你讲蒋介石啊，要改再去日本，你讲唔定。所以今日600万。变作今日2300万，其实无2300万，差不多1900几万，无到2000万啦。我甲算过，迄、那个比率啊。咱原住民的朋友，我有听甲讲，其实台湾的东边后山的部分，应该系无原住民啊。啊，即摆拢是啥物人？林务局共提起。台湾林务局。山顶好的茶，叫国民党采了了，予你采嘛无要紧，你还佫共种。所以原住民，你知影原住民有几万人无？本地120万人，现准是原住民剩偌济，你知无？40万。啊，原住民家己袂晓想啊，高金素梅。去中国找钱来，在日本吼、哦，大家对伊足好个，40万、40万啊，哪个安尼落会剩20万、剩10万，那就无。有可能发现，当时即摆中国国民党是伫做计划要消灭台湾人啊。我有接到简讯，澳洲的一个学者讲个啊，马英九是实施这套，予你本土台湾人个生活直直低落去。现在竟然一个月赚20000块就已经很多了，那你台湾人是怎么生活？你看看，啊，这台湾人也自私很多，有钱的，我常跟你说，经济演艺界，70%都是中国人，马英九的部长，70%都是中国人，啊，但是那个30%的本土台湾人，哪要给他？我有钱啊。刚刚那个蔡总理、蔡总理伊讲的，哦，做官真好康嘞。但是各位，咱在座各位将来拢是官嘞。你若有迄种的心态哦，你千万唔通国民政府。我是讲真的哦，台湾一定要改变作一个真富足的所在。台湾一定要变成一个真有文化、有道德观、诚信的所在。这是阮，含这州长、这同志，大家拢有一个共同的愿望。日本时代甲无末期的时阵，台湾当做会到，即摆来当做会到。伫8月15日甲9月7日这个中间呢？差不多2-3礼拜，台湾拢无人管，特殊好到要惊人。台湾人的品质啊，非常的好，水准非常的好。但是今日
大家拢会晓怨叹尔，为家己做起。我有当去想啊，你受训三天，这个州长嘛是甲我拢同款，拢为头到尾拢伫只哩干谈，各位大家去坐啊。这是一种诶，人个迄课上课，我敢拢毋捌听过嘛。这坐礼拜安尼，第三摆受训我也是叫人叫我坐啊。你是啊嘛？你是讲希望甲咱做诶同志，还有迄同款诶心啊。第一天就骨较热，温度六七度尔呢，寒到要死呢。但是呢，大家拢有心啊，真正对咱台湾有心，希望讲会当替咱台湾人真正做。所以你也免烦恼讲，你即马无钱。我甲你讲啊，你就是即马有钱哦。马英九若阁继续甲中国话话，你也真紧，很快就看得到了。无钱，因此呢，咱个后代，我迄天我真正是，这是受到导弹，我甲十二个研究诶博士生啊讲话，我甲伊问讲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啥物人轰炸台湾？有七个，日本。分方炸弹，咱个后代吼已经差不多啊，受到这种吼，真正目屎会起。日本方炸弹，你听我讲麦，出这边我要来告日本，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讲，要让台湾人知影，是美国方炸台湾。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国，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日本是咱的母国。法律就是安尼啊。来，今日讲这个所在，过一段咯，多谢。可以顺。